生活，以及到我们的六月的活动部分会开始，然后再跟大家见面，好吗？所以就当我们休一个小小的 vacation， 然后之后我们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大家见面，好吗？所以就当我们休一个小小的 vacation， 然后之后我们有。